my god， 这个超大可颂哎，好夸张啊！车站人真有够多，好多在买票的。那其实有那个，刚有其他地方有自动贩卖机，不知道为什么要在这里买。哦，这边居然有一颗苹果。这边有苹果店吗？其实我觉得芝加哥的更漂亮。Security 就站在那里。站边边，站边边比较好拍天花板，不然我刚刚整个绕了一圈，我都头都晕了。居然可以见证架圣诞树的过程，原来是这样架的，好辛苦哦。中央车站外观长这样，很漂亮。
刚刚在中央车站里面还遇到有一个外国人，他说他是纽约人，但他有一点口音，就不是美国的口音，我不知道他是哪里来的口音。因为正常美国人讲话的话，我是完全听得懂，但他那个口音，他有时候讲话我有点听不太懂他讲什么。他就问我有没有，哦，他先拿了一个那个 APP 的画面给我看，然后问我说那个我会不会看中文，他给我看的是简体字。然后后来问我有没有 WeChat， 我就说我没有用 WeChat。然后他问我有没有 WhatsApp， 他就想要加我的 WhatsApp。然后我还是有给他，因为我给他的是那个美国的手机号码。反正我在一个月，我美国手机号码就没有了。他要加也没差，反正不回讯息也无所谓。但我完全不知道他想干嘛。那我就一直看着我的包包，确认我的包包没事。好多，这边百货公司超级多，应该说精品很多。我居然看到 COS 的实体店呢，但我看不懂它到底有开还没开。通常灯开着应该是有开门吧。很高级，而且它一直有这个可以坐的车子。不知道多少钱。我居然有人拖行李耶，这样感觉我明天应该也可以坐到中央车站，不然我觉得其他地铁站牌应该会没有电梯。我觉得我已经不能再搬行李了，我累死了。这条路感觉蛮平的，只是这样走去就要花一点时间，但不用搬行李什么都好，平地总比抬上去好。这边整个都封路，但我觉得很奇怪，就是这边的店全部几乎全部都是感恩节放假，那大家走在这里到底要逛什么？而且他们感恩节放假很奇怪，他们这也太脏了吧！他们店里面的那个灯全部都没有关，是为了好看吗？节能减碳，请从美国的假期做起。Dreams keep flying away. It's somewhere far beyond. Keep chasing them and I never rest for a day. It's something I don't do. I feel the wind blowing my face, but that's alright. I smile at people passing by. Some smile back, some might not. While I'm always looking for a shade when it's hot, I've been low key and I'm trying to stop. God damn, feeling good.When off I go, pretty afternoon, it's a fast boy. Looking at the skyline, looking back at my life, and I gotta say it's one of a kind. We all have our reasons why we are on this track. Oh, we all have our burdens, yeah, but we just keep on fighting and we never look back.